正常给它施肥浇水，但是到最后还是生长差，导致开花少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就是由于根系长不好，导致吸收不了营养，反而我们给它施肥容易出现肥害烧根，导致生长不良。所以我们想要三角梅长势旺盛，必须要把根养好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给它使用有机肥。很多朋友可能对一些农家肥会比较敏感，因为它比较容易招虫，而且呢容易滋生一些细菌。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给它使用这种微生物菌剂。这种微生物菌剂它里面含有大量的有益微生物，还有有机质，可以改良土壤，让土壤疏松透气，活化土壤，同时又可以诱发长新根。这样的话根系发达了，自然生长旺盛。使用方法也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只需要每个月给它埋上一两勺到这个土壤里面，就可以改良土壤了。而且这种微生物菌剂它非常便宜，一大包一斤只有9.9元，同时买二还送一。好了，下期见。